小白宝贝，你上课要迟到了哦。你这裹着小被子，就是不愿意起来是吧？宝贝宝贝，迟到了要扣小鱼干的哦。你不要小鱼干啊，那你要什么？哎呦，你快起来啦，你晚上不睡觉，跑酷又蹦迪，白天你就睡，怎么也不愿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哎呀，你起来了好不好嘛？再不起来我把肌肉给黑个咯。喂，